云何得长寿？金刚不坏身，复以何因缘得大坚固力？云何于此经究竟到彼岸？愿佛开微密，广为众生说。云何知天魔，为众作流难？佛说波旬说，云何分别知？云何处浊世，不污如莲花？生死大海中，云何作船师？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无上甚深微妙法，百千万劫难遭遇，我今见闻得受持，愿解如来真实义。佛说转有经，原为三藏法师佛陀善多义。如是我闻。一时，菩提婆住王舍城迦兰陀竹林，大比丘众之所围绕，1250人聚，菩萨摩诃萨无量无边。尔时，摩揭陀王频婆娑罗出王舍城，往至迦兰陀竹林住处，到佛所以头面礼足，绕佛三匝，却坐一面。尔时如来知频婆娑罗王坐一面矣，告言：大王，譬如有人于睡梦中共比女宝行于浴室，彼人觉以一比女宝，大王，语意云何？梦中女宝为是有否？王即答言：不也，世尊。复问王言：大王，语意云何？彼人若知梦中女者，是侠会否？王即答言：不也，世尊。何以故？彼梦中女毕竟无故，云何而有境界遇事？彼人徒劳。佛言：大王，如是，一切愚痴凡夫，一不曾闻佛正法故，眼见诸色，越狱于心，即执为实。以执着故，则有系缚；以系缚故，则有染着；以染着故，则生贪欲、嗔痴等意。若身、若口、若意等业，然彼身业所作即灭，灭以不依东方而住，如是不依南西北方上下而住，随命终时，转彼有时而现后心。大王，彼时不坏，随业尽处，彼业能现。亦如睡梦觉时女宝，如是大王，最后灭时而生后时，或在地狱，或在恶鬼，或在畜生，或阿修罗，或人，或天，
比最后时取最后生，时顺彼生，如是心时随业所受，然无有法。从此世间至彼世间，而受生也。大王，灭后实心是名为灭，使初心时如脱生者，是彼后生。大王，转后时时，彼法实不从彼处来而至于此，初时生已亦无所至，何以故？法性相故。大王，最初时心是后时空，业是业空，生是生空。最初心时是初时空，所生之处是生处空，而于彼处不失业故。大王，最后生时于彼即灭，后不断心，实心顺行随在何处？所受业报即往受故。尔时世尊尔说偈言：善事后说时，所有诸言语，皆是假名说，假名想住故，离于言语法，而无有可说，随所有言说，而说彼诸法，彼不生于彼。法眼见无色，所言见色者，世间执着故。说是法为实，吾尔何何见？是如来所说，是名方便地。若为真实说，眼则不见色，亦不知诸法，此事最秘密。世间我慢说，名本空无名，一切法无名，而以假名说。说此法门时，频婆娑罗王及诸大众、人天、龙神、乾闼婆等，闻佛所说，皆大欢喜，信受奉行。佛说转有经，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，上报四重恩，下济三途苦。若有见闻者，悉发菩提心，尽此一报身，同生极乐国。补缺真言：南无喝拉达那多拉耶耶，缺拉缺拉居住居住，摩拉摩拉。呼啦哄呵呵苏丹娜哄泼莫娜刷哈。